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那天气变冷了，那进入了11月啊，接下来呢，今天是各位您在收看节目在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哦，那都一样哦。那很感谢所有朋友利用这个假日哦，那收看我们台股汽车变这个节目内容。其实台北股市我的看法大概就只有一个啦，就是独立思考，不要受到任何因素的干扰。那各位一定告诉我，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举例啦哈，啊，台北股市哦，咱讲拜五哈，啊拜五哇开高起啊做多啊掉下来啊抓了这盘来了啊个半空啊个半空啊救起来。啊，叫起阿哥阿做多，对唔？阿哥做多，奈个抬了。啊，这把确定是做空，阿哥阿放空，阿放空，奈个叫起你。啊，我有个做多，独立思考，不要受到干扰。就是说，你要能够去判别，怎么样一个很稳定，哇，高点到了，真的是高点了，我就空。你不要去做追逐的动作。什么叫追逐？归多起起你，空单停损，多单入去，你准备输。开盘起，啊，就市价多；开盘落，啊，就市价空。我跟各位报告，你的成功率大概33%啦，另外66%你会赔，你这种做法都会赔，所以没意义啦。等于说，第一个，你可不可以有一个很稳定的模式？然后呢，咱自己想，哈，对不对？自己判别，你免去管别人，让自己怎么样，拥有，不要受到外界干扰啦。那你才能做评估啦。我举个例子哈，过去这一个礼拜，因为我在上个礼拜办了一个叫乖离率啊反转教学，那反转教学我在上周教了乖离率的用法哦，然后你怎么利用乖离率？我们是使用 PSY 的，那因为针对不是成员的，我说那你也可以利用一样的反转指标，可是你要自己做比对哦，比对什么时候是该公司股性啊，那个股性哈，股价来到高档，什么时候是低点，那高点该怎么办？你就独立思考，不受干扰，高点你就空啊，甚至于在卖或者是空嘛。低点呢？啊，无低点干没空，低点当然是爱买啊。啊，若有放空的，是爱回补，对不对？好，我们就讲乖离率叫反转指标。好，接下来呢，在个股的部分，来各位简单看一下，因为蛮重要的哈。我不是要跟你推荐股票，这是10月31日的研究报告。好，我们每天的研究报告哦，我们成员你有询问股票的。我都会针对法人圈怎么做评价，那跟你做说明。假设啊，举例啊，哈，这是30日当天的研究报告哈，啊，这是咪10月30日，没唔对吧？啊，这是11月7日，打刚的嘛，来看底下啊，不叫红杰克，最底下了哈。那么就你有询问的，我都会帮你做说明。那接下来我就发现到，哎，蛮有意思的哈，有一家公司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慢慢跟您做报告了哈。来，况且哈。我逛了几间公司，加触笔哈，哪里有意思哈？你做个参考。来，11月2日，给那个啊，列跨节目应该是11月4日或者是5日嘛，对吧？那这个礼拜的礼拜四，然后看到有一家，那因为有朋友了问到这一档个股了，我就去搜寻嘛，因为朋友问到，我就看，哎，我就看出哇，不得了了，什么叫不得了？而且之前唔知赢家分歧，你看赢家分歧为什么？好，股价。盈余叫本益比，如果一家公司哈股价，如果一家股价盈余叫本益比，如果一家公司股价80块，每股盈余呢是15块，我一看哎不对呢，啊本益比不才剩5倍，啊本益比剩5倍，该怎么办？当然要站在买方啊，对不对？你敢买呀？干什么？你啊他是没人要买，好来，你说那他是不对的来。为什么呢？一年前就是2016年的11月2日哈，当时认为该公司法人圈推估了哈，认为该公司2017年只能赚2块，对，2017年哈，2016年预估2017年的碳能扣了，能扣了，但是今嘛哈，再窄一点啊，2017年这样法人圈推估已经来个7块啊，我今年也在探个7块呢，啊，明年也在探个10块呢。啊，每年哪会使赚到15块？啊，今嘛股价假设是80块，股价盈余不就本益比？本益比剩5倍，啊，5倍本益比的，啊，都
干买啊，就这样子啊。那你告诉我，那除了这种标的股之外，接下来到底台北股市到底该怎么看？台北股市的看法，来很快速哈、哦，来各位请看哦，台股它结构改变了，跟从前不一样了哈、哦。哪里不一样？你啊、很多朋友您都是前辈了哈、哦，很多朋友你在技术分析领域，够量比我高了好几级。那请各位你再回想哦，过去台股经常是出现什么 V 型反转，对不对？就是说我来到高点，哇就急跌。然后来到一路杀到最低点 ，V 型反转又往上走。台北股市哦，整体上过往都是这样子哦。可是我们发现到不对了哦，哪里不对了？台股呢，从今年下半年以来改成了平台，它不再有 V 型反转了、哦，它都走平台式整理。举个例子哈、哦，在八月份，当时呢这里做了一个平台叫10825，啊够你平台嘞，之上嘞，啊都大起，大起了哦，是不是又走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当时是不是在10537破平台呢？是又一个修正，好，修正完又一个短结构，来个快几半，是不是已经没有这种 V 型反转了？都改成平台式的整理结构，对不对？对，所以针对未来一周，啊，这是什么10303，不直接起来，啊，起来了再过两节平台，这里又走一个，你说真的吗？真的了啊，跟你继续看哦，来。所以你看哦，这个303上来，这里有没有一个跳空缺口？我把这里放大，提供你做参考哈、哦。你要自己独立思考了，不要去受干扰，你自己看嘛。好，是不是这个跳空缺口？好，结果我们来看哈、哦，从10月12号以后，一直到上个礼拜哦，到10月27号，上个礼拜的礼拜五，好。它是走这个平台，是不是10728？我们对吧？好，在平台之上整理，接下来呢，它就是涨了。可是呢，过去这五天要继续看，过去这五天哈，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嘛，今天是礼拜六、礼拜天嘛，对不对？好，又走了一个新平台，这是728哈。我们看这过去这一周啊，再看。是不是这里又一个新的平台了？好，这个新的平台落在哪里？当然落在这里啊，就是这礼拜的拜一是10月30，拜五是11月初3。好，新的平台是不是落在10767？对不对？差不多脱离728这个结构了。好，代表他在告诉你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说，明仔、明天哦，未来这一个礼拜。如果加权指数在这个平台的上缘，你要提防未来一周台北股市继续强轧空，我不知道高点在哪里，卖欧北油。反之，这767伊唔够，啊伊唔够安怎？啊伊唔够，伊就准备来一个修正嘛。好，所以我们来看11月3号嘛，来，另外11月3号开高走低，你管伊开高走低。你关于开高走低，你要关心的是什么？啊，10767有够哦，啊有够，开高走低就变成一个右空结构，一定右空嘛，你往北走，你是咧，不是？你可不可以独立思考，不受干扰？那各位一定告诉我，啊，你小米那公共一百波，公交车啊，到底是别人嘛走，对不对？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来，各位请看哦，过去来每一天呢、啊，其实每天都一样啦、啊。这是11月2号，来，我们每天哈，我们的成员在当天下午都会拿到当天的研究报告了。我们的操作很单纯了、啊，到目前为止就三档股票嘛。从9月1号哦，9月1号到10月1号到11月1号，一直到今天，我总共买下三支股票，对吧？那几支第一金控啦、啊。几个真顶啊，几个可成，我就没有了，就三档。好，所以我们来看哈、哦，至于指数的部分，来，这是11月2号当天我们成员拿到的报告，研究报告的内容。好，你告诉我10787、10739、10730、10778、10796、10746、10794，也就是说每天一开盘，哦，指数一开盘两分钟。两分钟一来，伊就收到简讯了，收到什么？当冲，当天的当冲多跟当冲空，伊就收到了。然后呢，你今天点位到了才出头都来不及了啦！你没有在一开盘已经准备好
好，我在哪里我要做空，我在哪里要做多，然后就只有一个了，我们每天就只有一个当冲多或者是当冲空。好，不就过去一个礼拜吗？啊，七八七啊，七三九，就只有一个保证是七八七七三九，一定是七三零七七八，一定是七九六，一定是七四六，一定是七九四，不可能有第二个，那就照着做啊。加爱半康，加爱做多，加爱做多，加爱半康，加爱做多，加，加爱半康，哦，七九是空嘛，啊，七四六做多嘛，七九六做多嘛，七七八半康嘛，七三零做多嘛，七三九做多，七八七，这叫当冲，每天一定跟当冲，然后搭配什么？搭配来看底下，这个叫 PSY， 什么叫 PSY？ 啊 ，PSY 本身。因为它是随机的，它跟当冲不一样。当冲是怎么样？当冲是每天一开盘第一秒，我们研究员就开始发简讯了。所有的成员你都收到简讯，那个流程大概要两分钟，所以你在两分钟后，你就会收到什么？当天多的位置跟当天空的位置，点位到了你就进场，就这样子。那每一笔一定会带你获利平仓或者是停损，一点的不可能的，每一笔只要。有成交就一定有带你进，就有带你出，然后搭配什么？搭配底下这个叫 PSY。什么叫 PSY？PSY 就是这个工具啊。PSY 就是说，第一个，因为 PSY 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个系统，让我们的朋友去申购，那他利用他自己的手机，你画面上所看到的是过去这两个礼拜，将近三个礼拜以来。上图是指数行进，底下是所有的 PSY 的走势。好，你问我说，那这个 PSY 该怎么办？我们观察到 PSY 主要的运行期区间落在正五十跟负五十，也就是说，一个叫正五十，它就高到正五十，低呢就低到负五十。那我们去观测哦，正五十跟负五十这三个礼拜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是不是在细算？过去咱是不是每个月？你只要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对不对？我一定每个月我都有秀给你看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哦，近期的哈，十月十六到今嘛哈，总共十四遍。啊，这十四遍安怎做？啊，这十四遍就做赢的话，就安尼做啊。低档爱做多啊，高档爱放空啊。啊，你讲啊，我未晓用电脑，你现在没有人在用电脑了啦。我请问各位哈，你过去一个每个月啊，你的电话费假设是1000块好了，请问你电话哦，你现在一个月你的电话费是多少钱？我敢问你这句话嘛？啊，包括家里有小朋友对不对？你的小朋友从前一个月给你打了1000块的电话，我想我问你，以前一个月电话卡多少钱？无卡有啥物钱呢？你即马无人咧卡电话啊！哦，即马无人咧卡电话，即马大家嘛用智慧手机赖来赖去啊，对不对？你即马哪有人咧卡电话啦？你嘛帮帮忙！我也很少在打电话啦，所以我请问各位啊，什么叫智慧手机？就你有个工具，你就直接点它，然后你就按它，按掉5分钟，好，它就告诉你目前 PSY 的架构 ，PSY 正五十的是半康。负五十的是做多啊，你说它没有出现呢？没有出现就是没有，就这么简单。那有呢？啊，有情干单啊，正五十没拿走，啊，正五十的放空啊，啊，不变拿走，啊，加难道做多吗？加做多刚好扣两眼，啊，负五十没拿走，负五十没拿走，负五十你有敢买啊？啊，你敢买啊？啊，六利胜率啊，没得百分之百，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系统跟工具的。你要的是什么？一个高成功率，然后你信赖它。你为什么会信赖它？因为它会及时出现，你自己看得到，你自己拿在你的手上，你自己手提咧，你自己把手看有，它及时的，这一秒钟已经来到正五十的，你看有无？你看有嘛？这一秒钟已经来到负五十的，你看得到看不了？你看得到。台湾话讲吼，未灰讲灰暗，未跌讲跌胖啦。你拿个遥控器再看，这么多业者，每个人哪有个业者说跟你讲他不准的？伊干袂个讲歹势，我的灰拢无好，拢歹，
拢暖，外地袂啉哩，不至于吧？那请问你，你是个消费者，你要买一斤茶叶，你要去买花，对不对？那老板一定说我的不错啊，那你要怎么办？所以是不是要自己做评价？那你怎么评价？这个评价是你拿在你自己的手上，然后你自己看哦。如果来到正五十，我就空它；啊，负五十，我就做多。那请你告诉我，这样三个礼拜过去了，三礼拜，我卖讲这啦，你一庄赢二十点就好了，啊，十庄嘛赢两百点。我卖讲这啊，安尼一百点啊，百五点不用了，都二十就好，都二十。你十趟、十四趟错两次，你进成功率还有十趟，对不对？啊，一抓二十点，你十抓毛能八点，刷无？我卖讲啊，哇，你去百三点不用，二十的话，二十的话，而且免二十的话，啊，刷没赢，不然你要的不是一个赢吗？那该怎么做？你在等他错，我讲一摆吼，你等你唔对，他只要错你就加码，还知影未？他连续十胜了，十二胜了，十四胜了，你就减码，你要减码哦。一般的投资人哈，哇，连胜你知道吗？撸走撸走，不对，因为他一定会错，你在等他错，一点也唔对啦，没有那个不会错的，你是不是等他错？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座。我在讲座里面，你有来上课的啊？我有没有告诉你？我是不是刚好接下来不要做？我跟你讲嘛，例如吗？对啊，为什么不做？我说因为已经胜率连十几胜了，打抓拢赢啊，无个几抓输了，每一趟都赢。我是不是跟你讲说啊？接下来哈，要不就减码，要不然就先不要做。为什么？因为他接下来要错了，胜率高强，你十遍嘛要准备五到一遍，对不对？我本来做两靠的，啊就做几靠嘛，啊做几靠的咧。啊，就做小台嘛，因为我不能做小台，啊，就卖走啊。啊，你怎样没？可是当他这一次错了，好了，他有没有错？有啊，他错了，基本不对嘛，这一次嘛，什么底下？这次错了再来呢？啊，不能做几靠嘞，而且做能靠嘛。啊，不能做能靠嘞，就给他做细靠嘛。啊，做细靠就给他做背靠嘛。啊，那没啊，你开始做。一胜、两胜、三胜、四胜、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再来就减码了。你在他只要错了，再来你的用力进场，再来你的用力进场，怎么会不对？你说该怎么办？问了明礼拜一该怎么样？两分钟后，我们来看另外两档个股，对不对？好嘞，拜拜，我来看看。你赢就最钱，你知道吗？两分钟后帮您做说明。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无法左右大盘涨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高频率先补空，低档提前翻多。PSY 心理线标股自动搜寻，指数当中破断一指完成。微的头部心动行动 ，PSY 心理线咨询专线0800-55808，0800-55808。变变普通，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一棒，棒棒接强棒。强棒系统选股，自动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02-2578-3000，2578-3000。无法左右大盘涨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高频率先补空，低档提前翻多。PSY 心理线标股自动搜寻，指数当中破断一指完成。微的头部心动行动 ，PSY 心理线咨询专线0800-55808-0800-55808。他们不靠老师，他不靠团队研究，
他们是恒稳团队，请上 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为您代劳。他们依照法人模式，却只为散户服务。他们是恒稳团队，请上 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为您代劳。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来，我们看一下电脑的画面哈。来，我把它缩小。是不是安尼嘛？这指数的行进嘛，一开始叫 PSY， 对不对？你说我不会用电脑，我喺电脑都爱个连线，对不对？啊，一台电脑哈大台啊，我嘛爱出门，我唔要摸一台笔电出去，不用啦。你就带着你的手机，哈，来，你稍待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来，来拉近哦。你到 Google App。Play 商店哈 ，Play 商店对不对？那就给他搜寻哈，搜寻萧又敏，萧，好来，你 Play 商店搜寻萧又敏，一米跳 PSY 奇迹标股，那、啊、你就可以下载了，就这样子，哦，慢动作 ，Good bye， 来。这里有没有一个 Google Play 有无 ？Play 商店，阿个起落去，阿个搜寻，搜寻萧又敏，阿爬落去，阿就跳出来 ，PSY 奇迹标股，然后你就下载，好，下载完先公阿后哦，你必须要有申办，我们才有可能给你账号跟密码，你才能使用，阿在咩？你要先申办，不然我没有账号密码，我哈、哦、你要申办，然后呢你就点它奇迹标股，然后接下来你就点它 PSY。我们指数一律使用什么五分钟的，就只有一个。好，我们来看哈、哦。那你告诉我，阿达这安内什么样走，对不对？阿就这样的安内什么样走，我就看研究报告，我就看这里啊。帮我一个忙，可以把这里放大，就这里就好。好，不要动哦，慢叮当，来。这个是不是叫正五十？对吧？我慢叮当。这个是不是叫负五十？所以，一、二、三、四、五、六，没有错吧？好、哦，没有错吧？好，慢慢，慢慢往右边走，慢慢走，慢慢走。好、哦，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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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然后呢？这有正五十吧？有嘛？有都有，无都无，这物件没骗你嘛？啊，叫我付五十不？五嘛，好了，现在慢慢往右边走，再慢慢走。这种事我问会使凊彩吃，我也敢袂当乌白讲。好，一直到拜五，11月3号，啊，加起来又两次，对不对？好看全图。好，所以我们去看 PSY 过去这三个礼拜正五十，不就分别是1、2、3。4、5、6，没有错了哈，总共有六趟。你说这一趟没有到了，这一趟的到是在这里了，嘛是赢啊，啊这是无嘛，我们只说有正五十的，1、2、3、4、5、6。好，负五十的部分则分别有1、2、3、4、5、6、7、8，总共不就14吗？14趟里面，压，唔对啊。啊、不要十几胜了，不用错个一次了。那错个一次就错啊，再来呢，再来做一口做两口啊，两口做四口，四口做六口，六口做八口啊，怎么会不赢？鸡爪输，鸡爪输，阿贵鸡爪输，他输了这两趟，14趟里面就错两次，就看这三个礼拜了。啊，事实就如此嘛。我不是跟你讲这三个礼拜，你去过看过去。一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六个月，
过去十二个月，看过去的任何一段期间，任何哦，你可以截取任何一段哦，它的成功率就是高，可以高达90%，任何一段，好、哦，你只要拉长来看1.05，你就照着做，那代表怎么样？代表它会错，然后呢，如果十趟里面错不到两趟。错不到两趟，出手10本，输不到2本啊，平均有时输一本，可以赢到9次，那这个成功率难道不高吗？那你就照着做啊。个股的部分，好、哦，第一个2474，我讲一下，给你卖浪费时间哈、哦。股价盈余叫本益比啦，如果股价是327，假设外资圈认为可成每股盈余是36美元，那本益比这叫高倍，啊高倍敢袂使买？如果每年每股盈余可以赚到7块，该公司合理本益比可以看到16倍。好、哦，阿、啊、你感觉阿今麦这个股价，敢无有较低一数啊？我跟你讲个再清楚。那么欢迎各位哈、哦，就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特别就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哈、哦，我们特别哦，刚借拜了礼拜哈、哦，您今天收看这个节目，我们开放一个短天期的，你今天办手续跟着一起操作，我们另外再加。加好，你只要办短天期的，我们另外再加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手机版本，手机 PSY 好、哦，你再也不需要一个笔电或一个笨重的电脑，你要外出就把自己的手机打开，正午时你怎样，我就给办康；负午时就给做多。那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也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操作顺利，谢谢你，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订阅运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无法左右大盘涨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高频率先。